这边请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当然是帮你来撑场子的。你们这个破，你这个破店值几个钱啊？本姑娘买了，今日全场所有消费本姑娘买单。哇、哦、姑娘大气。哎，看，从哪儿来的蛐蛐这么聒噪？上，出去！出去！哎，出去！敢动我的人，动他怎么了？你算哪个葱？啊？啊？那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位姑娘是要入股灵犀阁吗？那也要问过我这个股东同不同意。力气没吃饭吗？少爷，我都按了三个时辰了，我已经够持久了。那你想要点什么奖励呢？啊，晚上玄天灯节就要开始了，我可以要一包辣条吃吗？辣条是何物？是一种只有在灯会上才有的卖的吃食。哦，好吧。别一个个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就是。嗯，于小姐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吧？该你了。就是这里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哎，我们先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，不准擅自行动。第二，所有人食宿自理，一切花销本姑娘可不负责。第三，第三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们吧。小姐小姐，我们的食宿也要自理吗？你说呢？我是没给你们发月钱吗？你这，布布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么有趣的事，我当然跟着我哥哥后面偷偷进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别捣乱，快回家。万一布布哥受伤了，你来保护他吗？你来不来我管不着，但是你的费用得自理。那你可得听话啊。要你管。小黎黎最听话了，是不是布布哥？